上星期日晚红馆是认真热闹，由周启新带领做慈善，令到这一班歌手走埋一起唱好歌，包括有李克勤、古巨基、王喜和王兴。而讲到同新歌最老友的呢，就是慧娴，不过冇见一排的慧娴似乎发福了少少噃。我是肥了一点咯，就但是因为我前晚黑我想我自己揀嗰件衫揀太失敗，咁使唔使我抱下你 check 下你有冇肥定瘦啊？短裙你點抱？短裙嚟噶，走光喎會。咁啊，我坐喺我坐下，嗱你咁大隻，坐下，磅下先。難得擔任老友演唱會嘉賓，慧娴突然有感而發。好耐未聽過咁好聽嘅女仔唱歌，係咪好少啊？而家唔多啊，真係。多謝多謝，可惜今日嘅樂壇就即係好少。真係識得聽音樂的觀眾咯，我覺得嚇，即係大部分都今晚都或者係係嘛，或者係中意睇偶像多啲。雖然慧娴表示對樂壇心灰意冷，仲有意同經理人公司約滿之後唔再續約而讀翻書，不過當晚一樣唱得好落力噶。